議會入面有不同的黨派，佢有佢自己的立場，大家要去即係表示。我相信呢啲係好正常嘅，唔係一個問題嘅。至於話佔領中環，我相信即係亦都係一個即係可能一個表態嘅方式啦，俾大家去宣示下佢哋嘅睇法。但我希望最終咧係即係無論用咩形式嘅一種嘅宣示啊，或者一個抗議啦，希望都唔會影響到我哋香港一般嘅運作。討論當中咧，大家首先都要放開嚟去討論咯。如果大家都係堅持自己嗰個立場，咁我相信最終咧，我哋係原地踏步。